记者卓佳平综合报道，红土系列赛之一的马德里女网赛今天凌晨因雨延误赛程，台湾女将谢淑薇与澳洲搭档格威洛娃一等就超过半天。台湾时间晚间七点再度开赛，面对里约奥运金牌组合马卡洛娃维斯妮娜，双方缠斗一小时十六分，谢格佩中场以两个4-6吞败。次轮止步，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组合，谢淑薇格威洛娃稳住阵脚，双方开赛互破发球局，但谢格最后未能一鼓作气，错失良机，首盘拱手让人，次盘战局一度居1-5落后，但急起直追，谢淑薇一人化解四个赛末点，回神不及，最后仍以4-6输球，未能逼近决胜盘。谢淑薇结束马德里之旅，下一站红土赛事将前往意大利参加罗马女网赛。谢淑薇资料照法新社。